台上接受記者朋友的訪問的，咁到時咧，我知道大家很熱情嘅，咁啊做緊訪問嘅期間咧，大家就會靜少少，係啦。影相嘅時候就可以歡呼嘅，我覺得係啦。做緊訪問嘅時咧，大家又可以落力用你嘅耳力聽一聽佢哋做訪問嘅喎，好唔好？好，唔該曬，多謝合作 ，thank you。